各位观众们，大家早安，欢迎来到游戏时光机，我是实况主播嗨，各位大家早安呢、啊。没错，我们又回到迷失四的游戏世界啦。哇，其实从外观看，我们这个娃娃屋感觉越来越废弃了。然后我一直以为我们在娃娃屋里面，但怎么说呢？看起来好像还好。除非我们身处在娃娃屋的这个位置，就是屋顶的这个位置，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也不像，那栋瓦里面四周场景也没什么东西，只有两扇窗，最像就是这娃娃屋屋顶。对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配件圈里面是什么吧。啊，彩绘玻璃窗。那就是意料之中的咯，这个这么快就有变化吗？不用先调整啊。啊，我要让我的窗外对到它。因为我的人偶要站在这个窗外嘛，这样对得到吗？好像对不到，可能要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才对得到。这个，对，可能要这个位置才能看到那座塔。OK， 然后我们要进去看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仿造这一柱。我们要仿造出这组出来，对，所以 OK， 这个位置是对的。然后蓝色的在左边，黄色的在右边。那接下来的谜题是窗户的谜题。可是他没有说上面跟下面要什么形状呢？这样子吗？这种造型，这强迫症会发作吧？没有对称，天哪！算是另外类型的对称啊，是斜对角对称。总感觉强迫症会发作。就他并哦有哎、欸。有欸，他有跟我说欸，是我刚刚自己没看清楚欸。对对对，是我刚刚自己没看清楚。圆角的是对的，然后棱角好。黄色是对的，蓝色上下相反。刚刚自己没看清楚。黄色是对的，蓝色上下相反。没有 feel， 不对，它触发虽然多一层了，对啊，没有错啊。然后呢？我有错吗？一直在过场嘞。等一下，角度是不是不对啊？因为如果我要画的是整个这样子，我不应该要转动啊，所以房子的角度是不是不对啊？再转一个看看。
不行啊，这样就完全，我这样子的角度感觉就完全错了。哎，效果不见了，所以可能真的要刚刚那个角度。宽宽瘦瘦，角度对，那为什么他不给我动作？我还可以再调整什么东西吗？有什么东西可以调整吗？在这一个圆盘上，颜色应该是这样的，没有错啊。没什么好调，不太能动。想不到被这个卡住哎。因为我觉得，就是这种谜题，就是你觉得你解完，但系统判断你还有异常的部分。目标是拿到这个东西，这个已经用过了，这个也用过了，剩这里，剩这个门。可是我没有东西，所以剩下来的谜题应该在这个画上。啊，也要自己来涂颜色是不是？哦，要自己涂颜色，哎，这我真的想不到。所以画棋子旁边还有棋子，只是棋子不见了，钥匙，书在这里啊！啊，好可惜哦，英文不好，不然这一定超有故事感。其实妻子这样看侧脸好美哦。哦，画室中的另外一幅画，黄金比例，这个我知道。这是画家吧？等等等，打破了。感觉，哎呦，啊，出现了，画家最后发狂了吗？喂，你从哪里出来啊？天哪，好绝望啊！天哪。嘎拉脚，倒数第二个封印。哎，哎，这最后一个都吃掉了。
艺术工作室完成。我怕怕呢？没有，确定哦，确定哦。我总觉得应该要同步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这个，我以为还有一个哎，就不是哎，他两个直接同步吃掉了。渊行家辉的盾牌，哎、欸，等一下、哦，整个大宅我用到，哎、欸，有，我记得好像门的位置吧，哎、欸，可是门没有嘞，哎、欸，家辉，不对啊，只有门有吧？还是说我要直接进这里面？应该是。最后了，各位，最后一个场景了，应该是我们现在身处的阁楼。啊，我好想知道它里面的平面构造图、哦，我好喜欢这种西式的豪宅洋宅。你看，阁楼，果然回来了。哎，这个手是哪招？一开始就在外面呢。是，从头过一次是哪刀？这应该是名字。If you are hide, raise yourself, close to get to the is still help. Name again when I trust you. I can see clear. The house is not itself.And if the church knows, but they are just a little hope. 妻子留给他的讯息吧。哇，那怎么？欸，不是。哦，门。等一下。会不会每个房间里面？欸，不对啊，这边没有。所以这后面的阳台，欸。那个触手是哪招啦？好不舒服哦。入口的玄关，这边没有。我看一下这入口的玄关跟后面的工作室。我要先动哪一个啊？我是不是应该先动妻子？他会自己走，他会自己转回去。所以我能动的可能只有这边。现在这个盾徽是干嘛的？不管，我也想不到另外一个地方放盾徽。他穿过门回到大厅里，是不是？啊？为什么不见了？又一层。禁止套娃，不能一层套一层，不能这样一层套一层啊。所以我的目标是让他们在大宅中相见，应该是。要把它传过来。到时候要到厨房哦，可以切换他去哪里？厨房。
方是哪里啊？妻子，这也是伊朗。我要传到这一个。对，我要，诶，是这个吗？不对，这个是厨房。这是大宅门口。画廊。对，所以我等于是要先让欸，早安，白云。嗯，这是哪里？这个是厨房吗？对，这个是厨房。先让他进厨房。然后再从厨房到画廊就好。是厨房直接到画廊就好。而不是探险室。还是什么收藏室就好，因为这样他就在妻子旁边了。OK， 他这个到底是和妻子会面，还是去杀了妻子啊？我有点搞不太懂。哎，一层套一层呢。然后我那个盾徽到现在我还没用到，哎。那个屋顶，我现在还注意到那个屋顶发生什么事情，连屋顶都不见了呢。妻子现在在哪里？你好。我是不是选错选项了？我觉得画面越来越不妙呢。我是不是选错选项了？哎，啊，我家妻子嘞 ？The book, they are falling without together. Fin, they eat in the level. 我们的 Armor Hero， 哎，画面中这个宿主还在动。I'm sorry.不是，所以呢？妻子在阁楼，大厅，所以我可以到先到收藏室。后面那个应该是军舰那一间，这是厨房，哪一间可以帮我回大厅？这画面是哪里？军舰那一间，收藏室，艺廊，收藏，这是厨房。这是伊朗，这个是伊朗。哎，我不能直接叫他走来在这边吗？不行，奇怪了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
就是军舰那一天，所以我应该先去军舰。然后加走到艺术室去，然后加去大厅。然后就可以跟妻子会面了。还有，好来，What？ 完蛋，我没有找齐。哦，在这里，另外一个盾牌在这里。I can still no longer， 我无法再收留更久。Leon's no， 找不到重点。I am a rat in the place， 我是洞穴中的老鼠吧？现在 I feel invisible， 我终于看到了。爸，走吧。You still in the desert， you still。忘了上一，在一开始就看到他。Feel his roots， 哦 ，this way， 他在这大宅中蠕动迁徙。All right， 娃娃屋，又飞翼。The quiet is you， the。到底是妻子出事还是丈夫出事？这怎么觉得应该是丈夫出事，不是吗？嘉文，这娃娃怎么跟我们看到的造型完全不一样？等下发生什么事情？这里还有东西。等一下哦，手提包。哎，我不能切出去，我想着看那栋娃娃屋啊。不行，还是我从头到尾都只是被雇来找这个东西的。后面什么神秘宗教？
完成了。啊？发生什么事情？他说我完成了，但是他还有续作吗？可是我现在查。等下，为什么我最后是在我在帮什么秘密的教派收集那个石头，是不是？还是我是秘密教派派过去的人？了5小时又32分钟，不长，认真讲其实不长。是哇哦，好棒哦！还有续集，我好期待续集，我想要看到后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秘密教派已经集结了所有的，算能量结晶吗？不确定。这个东西它从第三部开始就把它展示出来，然后一直围绕着虚无这个东西，好酷哦！我看你可能少点东西，没有，我东西是圆满的。我东西应该是哎，可是这个没有亮，这个应该要亮啊！难道我真的少解了什么吗？那解开这个应该是亮的，不是吗？哎 ，New Game， 玩到 New Game 哎。它跟那个不一样欸，之前的第三座它是有那个的，虚无等于克数，不确定欸，可是虚无应该不代表克数，至少在神话里面克数应该不视为虚无才对啊。好啦，欸，我不是说这一系列真的很有趣，对吧？我们稍后我，你们各位稍后我一下，我去瞄一下这一座到底有没有其他隐藏要素，还是就这样子而已。我就有点错愕，虽然说这游戏很棒，但是我有点错愕。确定一下，他到底有没有？哎，好棒！哎，哦，有了啊！看不看得懂中文真的差很多哎。啊，我想。为什么我觉得人家，没有，我看了一下，我并没有缺少任何东西，他就是告知你还有续作的感觉而已。对，但是因为我没有玩到中，因为我没有做中文化。所以我在剧情上看的不是很懂，这是正常的。就是有人有总结关于剧情的部分啊，就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。因为我没有，我最近我没有装中文化，我真的应该要装中文化，然后把四代重弄一次，就是把每一个系列整个系列全部从头玩一次。可是他没有工作坊，他只有，对，他只有官方的，他只有那个而已。玩家自制的中文的，他没有官方的。好啦，那有点意料的快，有点意料的快，但是我们这个系列就到这边告终了。对，我并没有漏掉任何东西。对，
我没有漏掉任何东西，我看了一下我 Steam 的成就也是满的。欸，那这个系列四个作品我都是全成就，呵呵，我都是全成就，就是这个系列是少数有好好玩玩的。只是我在想为什么这个灯没有打开，我想说这个是会打开的不是吗？好啦，那这样子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迷室系列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啦。目前还没有听到第五座的讯息，那如果有基本上我就一定会实况啦，因为我真的很爱这个系列。对啊，真的好棒，它好多的谜题是超乎我原本认知想象的东西，就是原来看到的就是哦，原来谜题可以这样做，原来可以这样解，真的超有趣，超棒的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子，今天的这期里面可能有点短啊，不过就是内容就是这样子啦，感谢各位。啊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实况，不妨到 Twitch、YouTube、FB， 在这些地方帮我搜寻游戏时光机，然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与追随。想看更多影片，也不妨点旁边的小框框。再次感谢各位，游戏时光机，我是实况主播。迷室系列我们到此结束啦，下一个系列是什么呢？我们期待一下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游戏时光机，我是实况主播，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